昨天拍小姨子那个镜头光线不好，素颜的，然后没拍好。今天再拍一下她素颜，也是她刚刚起床，然后洗了一个头，在吃饭。这个是纯素颜了，光线好的情况下看一下小姨子。小姨子真的是，我感觉帮她美容就是锦上添花，她不用美容。用美颜还好看，用美颜要去帮我老婆磨一下皮呀、啊，要不然她那个痘痘放出来的话太难看了。看小姨子，小姨子素颜还好看呢、啊，比较真实是吧？素颜。小姨子，你说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是啦，早上啊，早上是。萨巴迪董照，哇，是早上好吧？大家好，我是老婆媳妇阿顺。你好，我是老婆小姨子。大家好，我是何草大叔，现在继续一家人出去溜达一下，顺便给老婆学一下车。走了，你拿钥匙了没有？然后也是开我们的五菱神车去，老婆现在已经对这个车爱不释手了，都不舍得放了，任人家发车款，任人家发车款，好吗，老婆？嗯，不懂。你不是说要学白话不？要学广东话不？手刹还没放呢，哦，安全带也没放，我忘。哦，粗心大意。你不想放不行了，要放了，要习惯放安全带呢。中国要放安全带的，懂吗？要按照中国的标准来学车，不是按照你们老挝的。你看撞这里了，撞这个树了，你不要撞这个树呢，倒一点车。对吧？对。对了，你看右的后视镜。我们又溜达到老乡阿四家了，来这里玩一下。听说有一个老表过来了，然后也是过老挝来找老婆的。我们去看一下，找到老婆没有？阿四应该在家了，车还在，车都在家。哦，出来了，带这个大胖儿子出来了。你怕我呀？你看，萨巴迪，正在吃饭呢。好多蛋吗？你们那个好吗？好吗？好吗？你看，就给他们两个强暴了，强扭的瓜不甜是吧，阿敏？是这个儿子越来越帅了，中国人的跟种就不是不一样啊！他们在吃饭，那老表呀，老表呀，老表，这个是老表，找到老婆没有？就这种，是的，老婆。阿四的老婆好像还没有20岁啊、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结婚证都办了。阿四也是33了是吧？老婆20，老婆20。老婆20哦，他这个老婆20还是21呀？21吧，21、22吧？他这个也是比他老婆大十几岁啊。然后这个老表也是要找一个比老婆小，比
比老婆大10岁以上的。哎呀，是不是有个小姨子？她那个小姨子漂亮啊。你看，吃什么？这个阿四家也是，哇，几个肉啊！他这个生活好啊，有肉，有汤，还有鸭，哇，他这个生活好啊，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。看一下一堆女人在那里，他是的老表，你看我那个小姨子，小姨子漂亮吗？介绍小姨子给你，去撩一下她嘛。不会说话，不会说话，聊不成。送上百迪，送百迪。阿四也是老挝的成功人士啊，在老挝的成功人士啊，几个矿山的包工头。现在阿四在老婆这边，在老挝这边这么成功，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啊，找老婆的经验啊，给是啊，给老表学一下嘛，找一个这么那么小的老婆。他是害羞了。咁啊，我都好嘅，阿琴日识踩咯，咁阿琴日都观察咗啦，哎。他说我这个视频在家里面太火了，所以不敢说话。你看他的老婆，年轻漂亮。喂，他的弄硬的。不帮啊，孙女在哪里呢？啊，你在哪里？你来说一下。我问一下妹妹呢，你来说一下呢。忘记了。那小姨子在摇头呢。你问孙，刚刚那个普包好看哦。不，他说不暗。他说广西老表不合适了。小王啊，干嘛不安呢？啊，
他说刚刚那个在阿和那个老表妹妹说不好看，不好看。他说他不好看吗？啊？哦，这么好看，你说人家不好看？啊？不好看，他不喜欢。他不喜欢。不喜欢广西老表，太老了是不？嗯？不老不？不老，但是。你叫妹妹说呢，又不是你，又不是你找老公，是妹妹找呢。先叫他去适应一下，感受一下，去找老公的一个场面呢。小姨子，太好玩了。然后也是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现在已经开关了，有很多人过老挝这边来，想在老挝这边找老婆啊、工作啊啥的，也是需要注意一下。因为老挝这边的经济条件落后，有很多灰色的产业啊，也是像我们中国东莞2014年以前一样，也是有一些什么灰色的产业。我就想跟老乡们说，如果到老挝这边的话，在你不熟悉的情况下，就不要去接触太多那些灰色地带的东西。如果是想过来找老婆的，就好好的找老婆，因为老挝这边的话，现在过来找个老婆还是比较容易的，因为老挝的女孩子普遍来说对中国人还是挺有好感的，是吧，孙？是。老挝女孩子是不是喜欢中国不帮呢？啊？有喜欢中国男孩不？啊？男孩是不包呢，喜欢男的呢。是啦。就是，因为喜欢，因为老挝女孩子比较喜欢中国男孩子，所以还是有优势的。中国男人过来找这个老挝老婆的话。但是很多东西还是要讲究缘分，能自己找的就是尽量自己去找，不要通过那些什么婚介啊，那些有很多是不可靠的，所以最好是自己过来有一份工作，遇到缘分了就好好交往合适的，然后就搞结婚，这样子。不要一过来老婆就匆匆忙忙的想要老婆，又通过人家什么介绍啊，或者跑到那些灰色的地带去啊。毕竟出门在外异国他乡的，在你没熟悉一个环境的情况下，千万不要东搞西搞啊，安全第一。然后最后也是祝各位同胞，不管是来旅游的还是来出来找媳妇的找工作的，到老挝这边来玩的，祝你们顺利。如果是有缘看到我视频的，反正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不是过来做这边做什么犯法的事的，需要帮助的，有什么问题不明白的都可以私信给我，我会回答你们的问题的。然后今天的视频也是做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